你要想看，看呐、啊，白痴，直接死不了，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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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讯关掉，我的脸差点露出来，吓死！等一下哦，没有、啊，不是脸啊，是那个啦，那个3D 形象，差点蹦出来。等一下哦，应该这个位置。开。新年快乐！昨天他们在跑酷的时候，本来有报名的，结果发现下午5点开始觉得有点撑不住了，因为我们那天跨年的早上其实。一部分人睡了6小时，一部分人睡4小时，就以此类推，越睡越少的。啊，我是睡4小时的那一批，因为真的撑不住了。啊呢，下午好，下午好，等一下哦。新年快乐。我们想画布，应该是画布吧？宽1200，应该够吧？会开到几点？晚上高几率再加开啦，就开到4-5点吧。感谢珍惜的红包，算红包吗？感谢珍惜超级留言，感谢你的500块钱，谢谢，新年快乐！我这次有拍那个，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以前在拍那个，好像忘记拍什么，好像只是拍烟火吧，也不是拍101。那时候手举大概1分多钟，我就酸到，我就这样子，我画一个范例，当时手是这样子。然后是这样子举着嘛，然后手机是这样子，然后过1分多钟就变成这样子，就这样贴很紧这样子拍。然后我这次跨年是全程都这样子拍，哎，哇，我的臂力真的变高了。小鱼安安，小鱼安安，对吧、啊？老巨，霓虹好玩吗？昨天看你有在开。举太累了，没有啊，就有在练那个手臂跟肩膀嘛，练一练，练到就是，哦，举得起来，不会酸。啊，今天要画的其实是12张图，啊，只是。我还要想办法，好歪哦！我的天，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好丑啊！等一下哦，还不错，对不对？只是它的随机性有点太奇怪了。是李毅的手机号，算了，先画了。这有没有办法分什么12格等分的东西啊？还是有那种？不是，我需要有那个有12格图，不然就只能这样子嘛，横的一个，然后这样子，这样切6等分。还歪的有没有？哎呦，不会啦，没有。我原本想说，原是要来跟大家感谢你的这钱怎么那么奇怪？感谢阿静的201块，新年快乐！谢谢阿静。阿静，你有没有优奈的完整人设啊？我本来想跟他要的，要到忘记了。我想说，
画个图送优奈之类的。你有他的完整的图吗？有的话就叫他偷偷赖我，对啊，因为想说也不知道怎么。2021，你没办法给那个零，没关系，对吧？就是想说，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在研究嘛。如果当时我的人设不是兔儿的话，因为我想说，很早以前就想画那个十二生肖的。十二生肖的样子，对啊，就像这样嘛。如果今天不是兔子的话，可能是牛嘛，牛就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人设好看，加什么都好嘛。不然兔耳就是这样子，丑死了。等我一下哦，今天是要来聊我加是兔耳的，我看一下哦。好诶。哎，其实优奈的设定真的是。蛮好看的，然后会给阿金，看一下，蛮仙子的，不然就仙子精灵啊。对啊，我原本是想画那个啦，画就是那个改天再画，就这样，十二生肖的吧，就这样，老鼠，我想。教主怎样才可以进 DC 群？那个你有没有截那个订阅的证明到本专？如果你有截的话，会有那个拉你进赖群，然后赖群里面有个记事本，记事本里面会有 DC 群的那个的连结，这样子，啊。好啦，我们来画优奈好了。这个等我去网络上找那个十二格的那个框框，我再来画。感谢，你是那个奈童吗？哦，对，感谢续订，感谢奈童的会员。对啊，谢谢。先板。也不知道干嘛，我刚刚还在看转身史莱姆，并不明白。简单来讲，就是你成为会员之后，你截订阅证明，拍下照片到那个粉专。等一下哦。对啊，小奈啊，那个黑肉小奈。那你就截订阅证明到粉专嘛，然后会有小帮手拉你进那个赖群，然后赖群的记事本里面会有那个 DC 的网址。你是不是太久没？你很久没来，你超久没出现的好吗？你还敢说？前锋安安，你也知道太久没来。
好啦，我们来画画看。那等我一下哦，边画布大小，阿白，你真的超久没来好吗？我动身退坑，好像都比你还要久，不，你好像比我动身退坑还久哎。柠檬娜都2个月跟我说很久没见到我了。哎、欸，那个说梦话事件，我真的是觉得我很不敢跟人家一起睡觉，是就是我怕我会说梦话的时候会被他们套话，因为以前我那个家人就是会套话，在我说梦话的时候套话，然后那时候是我还有意识的梦话哦、喔。欸，我在画我干嘛？不在画我啦。然后那时候就是在讲话，讲，就无意间被套话了。可能说现在做什么啊，然后做什么事情啊，开始讲一大堆。对啊，就比如说什么，算了，不要讲好了，好恐怖。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很紧张，团团是有没有在我做梦话的时候套我话之类的。好小，等一下哦、喔。啊，放大还是这么小，哭啊！所以我其实，不好说，因为那时候也是大家都很累，然后大家都很累，就是躺下去直接睡着。然后团团那时候也是，我最印象就是他那时候是起来，我有看到他起床嘛，因为好像那时候是闹钟把他吵醒，然后我又醒来看着他，然后又回去，然后我有一个7:30的闹钟，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潜意识一直，我确定我没睡着，就在等闹钟响。然后想了之后才很安心的回去继续睡。我最印象是我们那时候是要留那个床位给那个酱油睡觉，然后我跟哈基就睡地上，然后床留给酱油睡嘛，或是台南上来的客人这样子。结果酱油不睡，就在楼上聊天。然后我就看着，然后团团在睡了，然后还剩一个床，我想说哦，好冷哦，剩一个床给酱油睡好了，就去睡到床上。然后哈基好像也说他，因为他起来看到酱油没睡，他很生气，然后又睡那个床上这样子。然后我就问哈基，你不会冷吗？我说我地板超冰，因为那时候我是真的是睡到梦到我好像在南极或是冰岛那种感觉，我在看那个极光的感觉。然后我就问：“哈基，你都不会冷哦？”他说：“干，冷死了，好吗？”真的啊，因为真的很冷，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我梦到的梦是那个好像在很冷，在发抖那样子，呜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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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坦是说我梦话是这样，呜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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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我就
太像是我会讲梦话、啊，这根本像打呼啊！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鬼声音，你知道吗？哦，正常人会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我说我是不是被鬼附身啊？那个 W 不要打太多、哦，打超过三个要审核哦，不然就只能当那种人家看不到的幽灵。我就觉得啊，怎么可不是怎么可能，是就很不敢相信我是讲这样子的梦话，就真的那个民宿真的是很棒，他的楼下超适合打桌游或是那种唱歌 KTV 的地方，那个环境很棒，然后就走出来就可以看到101烟火。可是那天听附近邻居就是说，哦，今年没有烟，好像往年就是烟太多，然后把那个烟火挡住嘛。可是讲完大概一分多钟就开始烟雾弥漫，然后就是开始起烟啦。我那时候有录影，就我那时候录影的时候，把手机录真的画质有够差。布鲁鲁鲁，你是梦到哪个部落去了？我在想哎、欸，我真的觉得我是土著，你知道吗？哎呀，是象山那边的角度好像烟很，没有，我们不是象山，我们是在那个六张里象山的侧另外一面。这是我在台北第一次看101烟火、欸，我觉得烟多是正常的啦，毕竟如果都没封的话，101一定是跟那个火被火烧一样嘛，一定会有风啊，有风的话才会赶快把烟吹走才能继续开。鸡毛掸子看腻了，哦，好羡慕啊。等我一下哦，你都在上班？哎、欸，我也是，以前每次跨年都是跟同事跨、啊，我们都是啊，在收那个结束营业，然后再整理卖场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时间一到，新年快乐，然后关门耶， yeah， 然后继续收东西，就这样子而已，以往都这样子。啊，这是什么？是这个，然后这个，不是蝴蝶结哦，这个哦，安娜娜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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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画一个妹子。
你没戴耳机，没办法听我美妙声音。靠腰啊，你一定听得到啊，低能。我怎么知道我在聊什么？我其实还在想今年什么时候才开始可以接委托，因为怎么说，因为如果没去尝试，要额外的收入就只能靠委托了嘛。可是我现在能画画的时间嘛，如果是开台啦，就是礼拜四、礼拜六日这样子，所以可能委托也没那么多时间画，而且。我的饥饿派画家一直都没更新啊，抱歉。那等一下看画完了没？画完的时候再来玩饥饿派吧，然后再加减减一下。就这样，只能这样子了。但其实我知道有人在催饥饿派画家，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画什么，你知道想画的人都画完了，就不知道画什么了。你今年跨年在家吃帝王蟹跟龙虾，还有一大堆海鲜大餐，你要痛风死了哦！下院拜拜。好爽什么？阿靖怎么了？你说吃帝王蟹那些吗？我跟你讲，那个人整天在赖群 po 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叫他来台湾请我，又说是我要请他。我的天哪、啊，我都马吃不起耶。会痛风，那你什么时候来请我？看看今天天气好冷，今天算凉爽的了哎、欸！我现在淡水19温。玉富卡门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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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事了，等你能来，好啊，你讲的哦，那时候叫我请你，现在是你请我了、哦，谢谢小鱼，啊，我要的是你的钱哦，不要老居的钱哦。
怎么画起来都怪怪的？马尾的位置怎么画怎么怪，怎么会这样？什么？这里下雨觉得超冷的，加一什么？我觉得今天算舒服的哎，有没有到很冷啊？然后那个不要乱打加一哦。那个有那个目前看到有扳手没勾勾的那个，他很凶哦。我看起来怪怪的这样子嘞。南部比较暖了，不是啊？你南部暖，可是北部长期都在冷啊，应该吧？哎、欸，阿靖又奈起来了没？起来的话叫他来看啊，没起来的话把他叫起来看啊。你在南部怎么觉得冷？不知道。欸，所以小鱼现在不是，现在是隔离要变一个月，对不对？那天在跨年听他们讲，因为我现在真的很少看新闻了。啊，所以你隔离要一个月，是吗？因为那天在聊一些东西，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北部还南部，拜托，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室内还室外。我真的很受不了那些，比如说好，今天说什么？好啦，比如说玉山嘛，可能是-3度、-4度嘛，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哭说：“我这边-3度、-4度。”哎，我说：“不是啊，我刚刚拍的温度是室内温度，哎，对不对？”我有一次阿靖他们来淡水那个麻将大赛、日麻大赛的时候，那时候在淡江大学，那时候室外温度就已经2度了，然后我家室内温度是5度。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5度算什么？我们这边-5度、-6度哎、欸。我说你们那边哦、喔，啊是你的房间是不是？有在接委托吗？委托要等今年会接啦。就是刚有聊啊，就是接委托的时间可能要排队。对，其实很多人也在等。我知道很多人在等啊，啊就我就是怕说等一等到突然量太大。就可能那个小帮手要帮我一大堆东西，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他这样。我家附近有猫在发情。没办法突然来。没有啊没有啊，你突然来啊，你好好保护自己。我希望明年，应该说今年看到你还是那个白白胖胖的你的花椰菜。哇，这样画就可爱多了嘛！我的天，好了，大概是这样子。他们可能会听到猫在乱叫，那个就
有一只喜欢在我的车垫上睡觉的猫。而且尤奈那时候很强，那时候就是他也是刚学日马怎么玩，然后就在阿帕杯，我拿第几名？第二名哦，还是第几名？整个超夸张的。啊，我是希望你们听不到猫叫声啊。我是喜欢画这个嘴巴欸，看好强哦，暂退一下，好，影片加油、啊、那个不要一直问谁是哪里人啦，那个是人家隐私的问题啊。欸、我那时候拍一个，因为马里奥一个游戏很好笑，他是要把那个马里奥的眼睛跟鼻子放同一个位置。结果那时候看小雨他们在玩的时候，有一个是眼睛百分眼睛对的超准，就鼻子歪了一点点，却输就是比如说这是马里奥的脸，然后左边是那个嘛眼睛很正确，然后鼻子就只是这样歪了一点点，然后却输给这个鼻子，眼睛是这样子。啊、但是鼻子却正确的，这个80多分，那这个才70多分，那时候我看到整个笑死。你是优奈吗？你是不是优奈啊？你是不是优奈？快说！等一下，好可爱哈，没画错吧？画错要跟我说。这个是阿静刚刚付了201块，他差了20而已，他差了一个零，他把零放在前面，不是放在后面给的钱。没有啦。阿金刚刚超级流，我就想说哦，对啦，本来是要跟你拿个人设，想说看看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想画有一阵子，不是有阵子啊，前阵子蛮想画你的，就觉得哦，你的人设其实看起来也可爱可爱的，应该是很好画。那果不其然画了一下，发现哎，真的还蛮好画的。是哦，啊，你这个手有没有想拿什么东西？我现在没有想法。老居启动了霓虹深渊。哎、欸，那老居 DLC 就看你要不要买了。觉得 DLC
没有影响很大哎。反正这游戏真的就是靠赛，你第一游戏买下去也不一定比较强，就只是角色比较多而已。我本来想跟你讲说你要嘛加兔儿就不要加人儿会比较好。就加了兔儿人儿就变得很奇怪。这次就没画人耳了，那我把你耳朵拔掉了。把耳朵拔掉，好痛！你还没收假哦，你还在放假哦。那等一下哦，这个讯息。居然在开台，你是李子，嗨，李子安安。你看，大概就这样吧。哎，那块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大块？咦，这是什么？怎么那么大块东西？干嘛？擦掉。还在。这个吗？哦，有了有了，正常了。当兵开心吗？他开心死了吧？你看做错事情一直被刁，一直被电，一直被抄。你是不是都很听话，怕被抄啊，阿伯？还是班长都不抄你，你很不舒服。你这样伤到你还可以当兵哦，他们不是就叫你不要当了吗？天哪！天哪！你是进去当爽兵的是不是？国家要你干嘛？哎呦奈，你手上这个想报什么？我现在还没想法哦。还是你要抱一只鲨鱼也可以哦、喔，有一只鲨鱼。你要抱艾丽莎莎也可以哦、喔。
你来问问阿静，问问阿静。好，那我要先播广告了。然后我先存档，我现在记得存档就是要播广告。牛奶。Why me？ 我也不知道啊，他就说要问你啊。Why me？ 那就宝贝球喽。来，谁那么不乖？谁被 ban 了？活该。哎哦，你就是一直问王龙卫是不是？你不要再问人家隐私问题了哦，那个你被ban你就活该哦。宝贝球似乎不错，宝贝球，好啊。那是要什么球？悠悠球。好了 ，Unite 泡完了。好啊，我今天本来是要画啊，没事没事，我今天本来要画很多东西的。我最近想练那个啊，如果要轻松派画家要画那个的话，因为我想画 VTuber 啊，然后就想说啊，都没画过，先拿来练习看看。Unite 出门了，我去。哇，我们昨天才聊说，他是说都有在看我的说史，然后练画图。我说看我说史有什么用？我就是油漆桶跟魔术棒大师而已啊。安安，什么繁星阿米狗啦？你这 ID 改一下吧。有点大哎、
就算再累也要看我直播。没有啊，你就看你直播是躺着看还是站着看呢、啊？对不对？哎、欸，我之后可能今年就是没有首播了哦。我发现之前首播就是因为都第一次首播嘛，是在寒假，那都觉得哦，都人都蛮多在看的。然后开始上班上课后，这首播的效益就没有寒暑假的高，就觉得那还要首播吗？还是你们觉得还是继续首播？那其实有看一些首播，你们都有去打招呼啊。我还是有在跟自己的首播，只是在忙自己的事情。可能那时候刚好在玩糖豆人，然后就边听自己首播，在边笑边跑。首播可以干嘛？就是像，就是类似直播一起看看影片而已，就是有聊天室可以打字，然后就大家一起看。不然有时候设错时间又很尴尬。像我今天应该说跨年这3天的那个影片都是设排程嘛，就是没有首播，那就比较不会占版面呢、啊。有可能说啊，即将首播，然后就等个啊，因为首播是要在隔天才能看到这样子。你无所谓，我喜欢就好。我要问大家一件啊，感谢秀的100块钱，感谢感谢。好妖啊！我喜欢就好，不是我喜欢啊。我喜欢的话，当然是不要播啊，不要播就没钱嘛。啊，我只想说，你们会喜欢首播还是没有喜欢首播啊？玩这件事情是去年就有在聊，去年暑假就有在讲。我说想要，因为其实团团他们有没有用手，也没有用首播之类的啊。然后目前 Amigo 这边用首播就只有我。然后只要看到首播一出来就知道，我那时候才刚好剪好片。那有时候可能就是4:30才剪好片，然后马上丢出去。要首播，哎、欸，不要洗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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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哦，处理 balance 那个通常洗加一那些在我们 Amigo 这一群机其实是没有人在不太能洗加一啊，不像那种大台还是什么的，就我们还是有个严格管控在，虽然我台人数不多，但是品质还是要拿捏好，有人乱来乱胡作非为的话，我们还是会照看下去。就算你今天是
会员也一样，就是我不会放，比如说啊，你今天是我干爹，我就可以让你乱来。啊，你干爹你乱来，我照样会杀哦。我曾经就是因为把干爹给 ban 了还是什么啊？啊，他就是违规在线啊，然后就上了靠北版啊。就有一次靠北说，反正就很凶啊，然后什么都会 ban 了自己干爹什么之类的。我说啊，不是啊，他白目我 ban 他有什么错吗？况且怎么说啊？那个事情本来就是不该在台上用的东西，啊，他被 ban。他就活该啊，而且他也是说他是新干爹啊，不懂这边规矩啊。没有啊，一样啊，新干爹的话，新干爹或新观众都会有人说什么聊天室下面有那个海龟啊，什么东西可以去看一下哦。啊，你们很多也只是就是不懂规矩，就只是在看台嘛。啊，没关系，就看嘛。啊，只是你今天到一个国家，你没有去看人家国家的法律或是什么的，你触法，你要怪谁？怪你自己说啊啊，我就是游客，我就是客人，我最大啊。没有啊啊，人家的规定就是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子嘛。啊，你没有看说明书，你出事的话，就是你的问题啊！哎，不要因为 ban 了你之后就永远不来哦，至少开个广告再走吧，这样子啊，对吧？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的台用怎么讲，捣乱的比较少啊，然后才会有一些觉得说，就我的台什么。乖很多之类的，就我们阿米狗这边乖很多啊。哦，嗨，吴明安安。那这个优奈，你先不要学我们的做法啦，因为不然你这样子边来边去，发现观众都没了。前面你就可以先口头警告、口头劝告这样子，等到后面开始就可以大杀特杀，可以说我要看到血流成河。哎，优奈，那你也可以玩那个啊，因为现在也有宝可梦的麦块，你知道吧？你就可以在里面玩魔那个啊，开个宝可梦来玩啊。然后你也可以敷6V 啊，然后用有的没的东西啊。阿金有找你玩就玩呐、啊，我觉得宝可梦比较好玩、欸。想说什么统计？抱歉，没有啦。刚刚我就是很怕我这样子问法，会有人说什么？想看的加一，想那个没无所谓的加二什么之类的。我刚刚就在担心说，靠，我好像这样问又不太对，会有人会想发起什么之类的，因为很正常啦，因为，你也是出于好心才会想要这样子问嘛，对啊，但是规定就是规定嘛，就只是让你休息一下下啊，你可以继续，你之后就可以继续打字了。像我那个 WEI 嘛，那个观众，他也是我干爹啊，他就很喜欢捣乱啊，每次被我 ban 啊，啊他就很爽啊，啊有时候 ban 他又 ban 到很累，然后有时候甚至想用把他永 ban。
然后他就开了一只另外一只小号过来说对不起我错了之类的，然后再继续奔下去，然后就开了第三只小号，不对啊，我已经道歉，为什么要奔我？你看嘛，那个 W E I 嘛，他打那个一个字，等一下，奔不到，奔不到啦，奔不到，等一下，像这个嘛，像这样子先奔掉他，然后他等一下就开了另外一只小号过来。像这个阿杯也是他的另外一只小号，好了，我不 ban 了啦，因为有时候，以前这样子玩，有些干爹看不下去，他们觉得说，我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太超过之类的，那就有的选择就是退群啊，还是什么的，因为就是他觉得我的做法其实有点幼稚，啊，但是其实你看哦，当时好像群内人100嘛。然后有两三个觉得幼稚退去，然后其实80-90个人看得很开心。我就在犹豫说，我到底要配合这80-90个人，还是要配合那两三个人？然后虽然说最后他们还是觉得还是退群了，我就之后就是没有再这样子玩了。因为最早以前是直接把人家踢出群，那时候把不乖的就踢出群再拉回来。我就觉得这样子，其实大家看得很开心，可是就是有些比较成熟的，不是成熟，就觉得，融入不了那种感觉的就选择离开了，对啊。谁被 ban 了？没有啦，其实会 ban 我，就是我会无缘无故 ban 的就只有几个人而已啊，那些都是已经跟我是熟到不能再熟的，我们甚至也会开实况，我在开台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玩，也可以大拉拉在我那个台上，对吧，以通话里面直接跟我互呛的那一种，我才会 ban 的下手，不然那些可能觉得哦想跟繁星大大玩，可是怕繁星好凶那一种的，就觉得跟我之间还一层隔阂的这种，我就是比较不会乱来，因为毕竟你们跟我不熟嘛，啊，我也不敢这样欧北来。对吧，阿北？大小手哎，等一下哦。这只手比较大，这只手比较小。像那个阿杯是他练过了，开投票没有啦，这个不用开啊，这个本来就是首播，本来就是看今天有没有空来看而已啊，那就只是有时候首播可能今天人太少或什么之类，我就想说，那到底有没有还要首播的必要？那其实大家如果都在忙的话，那就其实不用太特意啊。而且我还想问大家说，因为现在 YT 会员是75嘛，那其实小雨他们也有开始陆续改一些会员的金额啊，有40几块的啊，70几块的啊，100多块、200多块的啊，那甚至有几千块的那样子。然后我其实也在想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需要去动到那些钱？你看，今天不是，如果今天不提破百的那些，今天只要提说订阅只要加会员只要40几块的那一些的部分，那是不是40几块要订2个月才能入群还是什么的这样子？等一下手好吵哦，那就大小手，有时候画画很不喜欢自己画风，就是这样，太随便了。
对吧、啊？如果就以你们像学生嘛，然后是一些比较没有潜质想加入或是没办法加入的那一种，他最常看到是没有钱买麦块什么之类的。我靠，没有钱存钱呐、啊！手游真的少氪一点就好了啊！我是指拿去氪手游，然后喊没钱的那些群众。而且我也，你要怎么？我也懂那种贫寒学生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以前就是啊。我以前营养不良，我中午就只吃一个30元的吐司面包而已，然后就带水去学校喝，然后吃三十。高中哦，我高中在发育的时候只吃吐司面包跟水而已，对吧、啊？想氪金没有啦，就真的没必要啊。而且我们其实这边说白了，真是也是希望你们好好吃饭还是什么之类的。啊，当然，这个时间会开台，想必就是要么是很无聊，要么就是要好好赚钱嘛，就这两个原因啊。啊，有开台就至少有收益，有钱拿。啊，看广告。存档。难怪那么瘦，谁很瘦？你好，你是说我吗？欸，我真的觉得我可能还可以再高还是什么的。而且就是我在国高中的时候，我的肠胃就开始出问题。所以那时候开始吸收不良了。我们在想说是不是国高中。我刚进来就吃两管广告了啊，谢谢喵哈。谢谢喵哈，然后我到现在还没看《鬼灭之刃》，哈哈，哎呦，淡水太边缘了啦，没人陪我去看《鬼灭之刃》啦。而且我真的没办法一个人看电影，虽然我真的有人群或社交恐惧症，但我真的无法一个人去边缘到去看电影。繁星是不是可以吃很多的大胃丸？我前两年还可以，可是这两年没办法，这两年我的食欲都变回正常人了。我前几年真的是狂吃猛吃都不会胖的那一种，啊，这两年是不是说不会胖？是怎么说？就是食量比较正常了，比较不会吃太多。像我以前跟他们去吃寿司，我都可以，我是吃13盘、15盘以上的那一种的。而且我是吃最便宜的，然后是吃13、15盘哦。就像玉子烧啊，吃个8盘啊，那种白痴神经病。而且淡水是2020年多了一间那个影城，也是我很后面才知道的。因为淡水现在有两间影城，超猛欸，这么偏远的地方敢开影城也还好。因为其实淡水以前有戏院，然后后面倒了，现在戏院又回来了。还想说啊，不用怕边缘了，可以去看电影了。发现自己一个人无法，
国小六年级吃回转寿司吃了23盘，那请问你是猪吗？请问你是食量大还是你是体型大？没有，我是问认真的。你这么会吃的原因一定有诀窍啊。那请问你体重当时多重？哇，我小吃了这么多盘，你是把盘子拿起来，然后把寿司倒掉吗？还是其实你是吃掉不吃饭的？直男的部分，你说我吗？我讲话就很直接啊！我真的觉得我嘴巴真的有够贱的呢。70几公斤，哇！你国小就比我胖了哎，你国小比我现在还要胖哎。我现在是，我原本50几公斤嘛，然后其实我已经尽量拼命吃了，可是吃了3-4年只吃到55公斤，然后现在60几公，60、60、61是因为靠健身，因为身上是有肌肉，所以没有肥肉，靠肌肉撑起那个重量。讲话直接是直男吗？我觉得就不需要婉转讲话啊，这样讲话直接一点啊，我就是白目嘛，对不对？有发现我跟酱油见面，不是见面，就是酱油本人如果是在我面前的话，我讲话对他还比较好一点。那酱油在游戏里面，我讲话就真的是太直接了，我天啊，好恐怖哦！那时候像酱油在直播啊，或在玩游戏，我都会帮他。哎，我先帮你关门了哦。他说好，谢谢繁星。因为我现在体重大约70，白痴哦，不看不到脸的关系，所以不哎、欸，阿旺，我原本以为你会来、欸，没想到阿旺你没有来，真是太难过了。你知道那天玩狼人杀，因为酱油就是在我的上一位嘛，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盯着酱油，我觉得他讲话，因为他就是偏滑水嘛，滑水就算了啊，他讲话又是真的是滑到让我直接想把他踢出跳出去都不会难过的那一种，就说啊，反正你既然不会发言，你早点出去就好了、啊。就他那一场活超级久。我就是觉得他越来越奇怪，然后我就是在分析，想说，这一场就是发现比较会分析的都死光了，然后会不会狼人是新手狼，然后就点了场上3个新手狼，就我点的全部点对了，然后死掉的人全部吓到，那是赛后啦，那结果，然后他们就，哦，阿信你超强，你点3狼你全部对耶，什么之类的。我说没有啊，啊酱油讲话就超级奇怪的。然后巧克力说不会啊，我觉得他讲话已经变得很棒了。我说没有，他讲话就是很奇怪。然后酱油就是千拖万拖，说我就算今天是平民或是狼，我讲话就是这样子啊。我说那你就去死啊。然后下一场他真的又他是好人的时候，我是狼，然后就是。被禁言长老禁了嘛，然后就随便乱跳啦。我说我是预言家，我查到3号是好人，然后就过了嘛，用比手画脚的。然后后来就是有个新手跟我对那个互跳嘛，因为新手其实不敢悍跳啊，悍跳一定是没有勇气之类的。然后他说很感谢我你这样悍跳，说没有，早点休息，人太多场，人数太多，狼人杀太累了这样子。因为就通常滑水轮到让他死，让他出去啊，他没有贡献啊。我是抱着这想法、啊，然后有其中一场就是啊，就那个
酱油是狼王的一场，就是那一场，就是我就觉得他很奇怪。如果就是察觉到小雨是预言那个禁言长老，那时候是我跟杰克还有我，然后一个新手一个酱油，然后就场上就剩一神了嘛，就是小雨，我就看到他是那个禁言长老，然后就跟因为剩两名跟一神嘛，我就想说骗一下酱油的那个，因为酱油是狼王，我说我是禁言长老啦，今晚会归酱油，然后开始投票的时候嘛。然后就是我跟新手还有杰克投了酱油，小雨跟酱油投了。我说小雨你是白痴哦，我说你干嘛投我？我说我就觉得你很奇怪啊。然后那场我们就输了。我在帮你穿衣服，你是白痴。然后在场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故意穿衣服。跨年那天有几个在玩？13个。12个人玩啊。然后云月因为他要当神，所以他没有玩。小雨啊，我真的很不懂你啊，小雨啊。然后小雨最好笑的一个理论被那个被喊的时候啊，就两个预言家跳出来啊，啊一个被票死，一个就去毒死啊，给他们两个去死一死啊，我真的快笑死了。阿瓦隆哦。我觉得小雨她男朋友最可怜，欸，这应该可以讲吧，小雨有那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她就是第一场的时候话太多，她说不行，这个话太多太会分析了，先死，然后第二场她就说那场我还是话少一点好了，感觉话太多被票死，然后第二场的时候被狼倒死，然后第三场的时候是第二天，就是我讲嘛，都是新手狼的时候，然后他就被刀死，要不然第二场就是被那个新手狼刀死，然后觉得太会分析的太有威胁，然后第三场是我跟他是狼同伴。反正有玩动身吗？有啊，你有没有去看靠北实况？我还为了一个人把那个动身加了播放清单哦。最冷静动，哎，而且最好笑是第三场我是狼嘛，然后轩也是狼的时候。然后酱油是禁言长老，他就说没有啊，上一场繁星一直针对我啊，就这场让他不要讲话啊，看他怎么讲。我说还好你让我不要讲话，我成功的就是第一场被票出去，我很开心。我就说哦，超爽的，第一场直接爽爽的出去，没有压力。因为前两场我都是活到后面，其实活到后面就是脑袋已经烧的差不多了。就最好笑是，就第三场最后一场的时候，还好那天我提早出去了，因为那一场是史诗级的一场，游戏难度超级超级高，那时候高到里面大概。就是第三晚的时候吧，剩下8个9个人，一半的人脑袋已经爆炸了，因为那场太乱了。我就跟那些死掉说，哎、欸，还好我们出来了。你看看他们。我说对啊，对啊，还好我们出来了。而且那场其实狼人方胜率蛮大的，就是找不到最后一神。因为第三晚的时候只剩下一神了。因为我是说我悍跳嘛，如果悍跳的时候，其实。有就是小雨讲了一句话让大家的那个脑袋更爆炸，就说会不会其实繁星真的是好人，然后因为新手的话悍跳他的力度比较大，然后就讲了这句话之后 一半以上的人脑袋整个爆炸，超好笑的，那时候我就很爽，然后我死掉之后还在那边比，一直比那个跟我悍跳的那个跟我对跳的预言家，我一直比他的数字，
我是比一直比一直比，他才是坏人。然后结果好像就是这是场外因素嘛，每个人看到我的时候，好像就觉得我很真诚。然后他知道，我就觉得我应该不能这样场外吧，我觉得我好坏哦。然后就好爽哦，提早死掉好开心哦。嘟嘟嘟嘟嘟嘟。然后那时候阿静问我一个问题，阿静就问：“哎，繁星，我说哈，你宝可梦有没有喜欢什么的？”我说：“宝可梦。”他就跟我讲说：“什么伊布啊、仙子精灵还是什么迷你 Q 那些除外。”他说：“最初代的御三那个宝可梦。”我说：“其实最初代的宝可梦我真的都很喜欢。”他说：“选一只。”我想说。穿山鼠也很可爱啊，什么什么？我突然想想，哦，突然想到有啦，有一只，就除了伊布以外，我最喜欢的一只是尼多朗，要说尼多系列的啦，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尼多王、尼多后那些。尼多朗的进化就是那三只我都很喜欢，然后再是尼多后、尼多蓝跟尼多那，我就觉得还。没差，反正玩得开心就好，对吧、啊？真的蛮开心的。我觉得你那时候白猪有来的那一场，我真的觉得我死得很无辜。靠腰，画错图层，哈哈，画错图层啦、啊！初代我倒挺喜欢铁甲啊，对啊，就铁甲逆流，哎、欸，我真的超喜欢那个哎、欸，板木脑大的那一系列，就地面系的，就铁甲犀牛、铁甲暴龙啊、尼多朗啊、尼多王那些，我真的都蛮喜欢的。所以那时候在跟杰克他们玩的时候，我就养了铁甲暴龙嘛，跟尼多王那些，我就觉得我真的是，那是第八道馆的板木老大。然后那时候我才会一直穿着火箭队的衣服到处走。哦，铁甲，你说铁甲犀牛用的那个什么升上去的吗？那好丑、哦，本垒版呢？天哪！蛮快后的宝可梦，可是，我先讲哦。我不会用模组哦，那时候都是他们弄好之后帮我弄的。你要的话，我可以找人教你啊，就杰克啊，杰克应该你跟他认识吧？有那个打宝可梦牌的时候，都不认识的话，我再来帮你。因为我记得有看到他在你底下说阿金生日快乐，因为当时我们这边模组都是杰克帮我用的。好齁，好啊。好啊。不然我先跟杰克说一下，我说阿静会有事情找你。这样子。
好多人在许愿，许什么愿？动身吗？然后后来发现我的色系啊，真的都是偏左上角嘛，然后被说都像马卡龙色系。后来想想啊，如果这种梦幻的颜色是马卡龙色系的话，那我还真的什么颜色都喜欢耶。就像那天蓝蓝画我嘛，那他那时候画的眼睛，我就哦，这好好看哦，那就是怎么画都这么好看啊，应该结束了吧？好。耶、yeah, ，结束啦！马卡龙色系有哪？耶耶，对吧？就是这个色系而已啊。我觉得色系很棒。好了，今天下午就开到这了。晚上的话，应该就是单人游戏了啦。那晚上，当贴纸好漂亮，你一定买。应该不会当贴纸啊，这反正只是拿来送人的，对吧？那如果他要把这个贴纸拿去卖，或是当赠品送人的话，就给优奈拿去决定啦。好啦，然后优娜你看好哦，我要变个很神奇的魔术哦，你看变得像蜡笔的感觉，超偷懒啊，就这边啦，玩 Follow King， Follow King 太久了，不然你带我玩啊， Follow King 我不想自己一个人玩啊，你去找另外两个我们上来玩啊，加角，我那时候食物语的话，我想一下、喔、都一直给我抽到 N 卡，我快气死了。这什么技术好厉害？就右上角啊，右上角有个画质质感嘛，你就调成水彩，调成水彩以后就可以拉强。玩糖豆人，哎、欸，我那时候我玩了三场，遇到两场外挂，我就不想玩了。不知道是我的运气比较衰，还是怎样？不然我也想这一季赶快练等级啊，因为这一季奖励好好哦、喔，还皮手，晚上再说啦，再看看，晚上开台几率一半一半吧。哇，200人呢，好开心哦、喔！好啦，今晚不是今晚啦，今天就到这边吗？等我一下哦、喔，我先存档，还没有走，还没有走，等一下。不然玩一下第二派画家吧，让我随便发个影片上去吧。另存。哎、欸，优奈玩点丢给你哦、喔，我存去背档给你。我来开好久没开的第二派画家啦，等一下哦、喔。算了，晚点再开，让我练一下哦、喔。好了，我们继续加开一下下，让我练一下怎么画。各位，我想问一下，怎么没看到有人在直播特战英豪？我不知道哎、欸，我对那款也没兴趣哎、欸。我现在只对
只有兴趣的射击类游戏，就真的只有 Overwatch。噔噔噔噔噔噔，等一下，好，拉小了，看起来像 Google， 什么 Google？ 啊，让我练一下，我练完之后，晚上画图应该就比较好一点。好可爱，怎么好可爱？因为我通常要自己自创，就是想知识什么之类的，前提条件是我要先画过两次，一两次这个人，然后有印象之后才有办法自己画。可以玩到5:40？没有啦，让我画一下佩扣啦。让我换一下好油。不然都没机会画。你看搞不好画他的说辞之类的，可以更多人看到，然后骗一些点阅率啊，对不对？这图好小哦，看屁啊！死亡细胞，哎，我那天不是玩那个吗？我记错了啦，那个说这款游戏像不像死亡细胞的？对，我之前玩那个是，可是如果他还有在看台的话，对的哟，我那天玩的很像死亡细胞、哦。因为那我继承什么细胞迷途、喔、还是什么的，丁恩恩，你同学来了，什么同学？同学安安，这样吗？哦，这样子。然后我家可能会很吵，我姐从家乐福回来。我也大吼大叫啊！还是不会帮忙出来拿东西啊！啊，我不是刚刚说我要开台，有这种状况发生？不对啊，我怎么记得不是？哼。然后当时第一次追这只。好像是他11万订阅的时候吧，然后觉得哇，有一只这么负面的兔子，当然是追下去啊。有吧？有听到声音吧？
哇，兔子都就是这么黑啊。所以现在聊啥？现在没在聊啦，现在在练习画这只，有关之后用得到，所以先让我练习一下这只怎么画，没画过，一直想画，但没有时间练习。比较烦的是他的这个啦，这个超难画的，因为绑辫子一直都是一个学问呢。哦，画的好像很棒哎，香喷喷。原来我真的会画画，不是啊，辫子真的就是很难画的东西啊，之前不敢碰它，就是辫子画不好，很丑。不对，应该要用这个笑脸，这是笑的。然后那时候好像是谁，阿威吧，那个微微，那时候就有人问说：“微微，请发出学一下那个兔子的笑声。”结果因为贴了那个斜线波浪往上的符号，斜线的箭头往上，就被小鱼给 ban 了。我说：“不是啦，他在学啦，不是洗盘啦。”快笑死了！新年新希望哦，新年新希望，我想一下哦，其实也还好哎。我从去年的愿望之后开始，都是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就这样三个愿望许完了。
对啊，你就是这样打，然后被小鱼ban掉不是吗？然后反而第一个订阅是绵牙、欸、等一下哦，保中对、欸，反正是马林的，我不太敢画，我画不太出来他的感觉，他的这种，我驾驭不了。然后这时候马上播他的歌，有没有版权攻击？话说五点了，今天有新片吗？有吧，出了吧？看一下哦、喔，看看呢、喔，看看呢、喔欸，有啊，看一下哦、喔欸，白痴哦、喔，这是我自己的实况啊，靠，哭哦、喔，等一下、喔，白痴哦、喔，我的频道影片。有啊，三分钟前已经先出了哦。都不听，哎、欸，都听不懂，只能看别人上的字幕。对啊，就只能看。对啊，圣诞兔兔莎莎，不啦莎。今天不是首播，我就讲了、啊，因为今天的影片就是都是已经先剪好了，因为就是怕很多意外发生，所以先把影片剪好。剪好之后才好呀。剪好之后就是没用首播，不然首播的话，我就一次三部首播影片。马林，什么？啊靠呀！翻倒，哭啊！其实他如果不画眼睛的话，马林应该很好画。我再试一次哦，马林。今天不是团团那个吗？杰克，哇，是熊猫团团呢。然后那天也有讲啊，就想说，哇，是米奇耶，哇，是王菲菲。你攻击了我的村庄。谁打给我？未接来电显示。哎、欸，这个亮一下，来，没了。闪闪人，拜拜，爸爸，爸爸，爸爸。什么杰克？你去看熊猫团团的影片呐、啊？感谢飞龟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阿静台的 mod， 哇，今天开台赚钱了，谢谢，
还好多开，哇！喂，马林的发型也太多种了。你躲很久咯，哦，马林真的好难画哦，中间先一坨，什么 Q 版的可？教主想要新年红包吗？想是想啊，但呢哦。需要淡几雷哦，让我想想看。不是啊，现在冬天，你那边不是你那边浅啊？你好，等我不是啦。那个在冬天，农产品那些应该也没有办法收割吧？你现在那边有什么季节水果还是什么？马林真的好难画，手机坏了要抖比较茄子哦。嗯，好的哟。然后茄子应该也不是说太好卖的东西啊，买是会买啊，通常都是那个什么，那叫什么便当店会去买。哇，这个 ID 也太怪了吧！嗨，你好。哦，我看到一个版本的比较好画的了。哦，白痴哦，这样画也可以哈。来来来来来，教主，你是什么冬天还是价高时节？我就虽然我是农家子弟，可是在我这一代的时候，就是把地卖了，把农田把田给卖了，还是什么之类的吧。所以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农家子弟，跑来画画了，跑来画画做实况了。我应该也可以实况耕田之类的，但是我体力不行，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抱歉，抱歉，抱歉。就整天开着台，然后再拍那个农夫在耕田那样子，然后说啊，感谢超级留言，这样子。没有地的农家子弟，就是因为我说我对小时候记忆力非常好嘛，然后那时候也跟我家人讲说小时候这边是不是地是怎样的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好像三岁的记忆吧，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也是吓到啊，然后就说可是，然后就说小时候记得这边有一条面摊还是什么的，他说有啊，那时候是因为在这边工人施工的时候的那种很像福利社的东西，然后就是讲出来的，讲就讲出来了，然后所以才觉得说小时候其实我应该是很会念书的啊，啊怎么为什么成绩总是在缺交啊，然后整天被老师写缺交作业什么之类的。农观众吗？我就觉得哦，这也是一个市场耶，有没有？现在其实 YouTube 上也很多都是在看那个耕田的啊，俺是耕田地。我觉得有一个我也是之后才有在看他，叫什么李七子哦，
就是他不是也是一个超正的正妹，然后在拍 YT 还是什么的。点击率超高的，每次都有几千呢。都已经有人在做啦，所以我就不做啦。对，而且又一个男生的农夫太大众了。你看人家一个妹子长得漂漂亮亮的去做工，不是还有人在看呐、啊？怎么画啦？不会画，我变得不会画画了。我变成农家子弟。你只要影片打农场标题啊，哇，好难画哦！我的天啊，啊，忘记关水了，好，快去关，快去关！哇，不会画村庄的我。嗯，不会画画，请不要那边叫我教你们发发了，我真的不会画了。还在开，快关了，快关了，现在在练习。哦，天哪！行，我要再练一下。马铃太难了。好啦，就到这啦，感谢各位。
看我画的这么丑的图。那就这样啦，那晚上再看那个啦，那个有没有直播通知？就这样咯。不是，我抓不到感觉。Echo 还好，马铃刷不到的感觉。你看脸整个歪掉，我觉得是哪个问题啊？要么就是这边。这样子，耳朵要在这边。这样才是。好啦，感谢这边收看啦，那下午台就到这边了，各位晚安咯。然后有人说要先播广告，播个10秒钟之后再关台会才吃到广告，不然那时候啊，你们吃广告的时候倒数3、2的时候就结束了，就没吃到广告了。对一个连电脑拉直线的拉弯人来说，是画得很好。没有，你看拉直线就这样子嘛，直线，就这样啊，而不是说你像这样直接拉下去，当然会歪啊。对，要结束咯，那再看记录档吧，拜拜。存档。